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跟着 News ABC 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Hello， 大家好，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耿轩。大家好，我是文藻外语大学的林玉展老师。老师，你知道吗？我最近都用洗米水在保养皮肤耶。洗米水可以用来保养皮肤啊？对啊，因为我之前看到人家说洗米水其实有富含维生素跟矿物质，对皮肤很有益的。嗯，真的吗？嗯，其实有好有坏啦，因为我前阵子看到其实洗米水里面啊有可能还有微生物、细菌或是不纯物，所以有医生说万一脸部有伤口，像是挤痘痘的伤口，就其实会完蛋，因为会有细菌。对，说的也是，所以大家要小心哦。有时候网络上的一些建议哦，可能要稍微听听一下这医生的意见。所以用透过这个新闻我们来学几个英文单字咯。好，刚才讲到洗米水其实很简单，这英文怎么讲呢？叫做 rice water。 rice water rice water rice water。 好，所以你可以说我用洗米水来洗我的头发。 I rinse my hair with rice water。I rinse my hair with rice water. I rinse my hair with rice water. I rinse my hair with rice water. 好，如果不用洗米水洗脸的话，通常我们都用什么洗脸？洗面乳。对，洗面乳英文就是 face wash. Face wash. Face wash. Face wash. 好，那刚才讲到说洗米水不要碰到脸，主要是怕脸上会有伤口，对不对？对。因为伤口会被细菌感染，所以细菌的英文就是 bacteria.Bacteria. 好，这是一个复数型哦。Bacteria. Bacteria. 好，那伤口呢？伤口的英文就是 w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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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U-N-D. Wound. Wound. 好，所以你可以说我头上有一个伤口，叫做 a wound in the head. A wound in the head. A wound in the head. A wound in the head.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有伤口就是怕伤口被细菌给感染，对不对？好，那感染的英文呢，这也可以学起来，叫 infection。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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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I-N-F-E-C-T-I-O-N infection infection。 所以就说如何来避免伤口受到感染呢？我们英文可以说 How to avoid wounds infection. How to avoid wounds infection。我们来复习一下，洗米水怎么说 ？Rice water. Rice water. 洗面乳呢 ？Face wash. Face wash. 还有我们刚才说伤口，伤口就 w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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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细菌就是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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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后一个就是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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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这样学会了吗？学会了。好，那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好，拜拜。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谢谢收听。